吃了吗您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白啊。今天的时间呢是这个4月2号啊，4月5号的清明节。按照惯例呢，清明节前三天啊，其实是寒食节。今天我决定稍微吃点完全不动火的，一会儿这一桌子菜一点火都不用，走，露露起。哦，呼呼呼，这个好呀，这个好呀。这个怎么卖？是论分量还是论只？一只多少钱啊？一只100。可以。两只。行，水喊我一点一份吧。还有生煎什么皮皮？大虾。大虾是吧？嗯。行，那我也拿一份吧，走吧。这个我们这个生煎是不是快点？没上呢啊。他说生煎是最快的，对吧？提前腌好了，直接端上就完了。我们在这等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了，刚上了一盘，叫生煎大虾。但我怎么看怎么像大虾小时候是吧？然后问一下，这是生煎大虾是吗？嗯，是。这不大，这大虾小时候吗？这就是那一种。你管这叫大虾是吧？啊，行。哦，这个啊，这龙虾是吧？啊，雪蛤，雪蛤啊，好。我们点的三个菜都上来了，有一个统一的特点，就是都没有用过火啊，这都是生的。但是这个有可能它开始烫吧，就是啊，因为不烫确实有点那什么。今天的拍摄时间是寒食节，就是清明节的前三天，这是中国一个特别传统的节日啊。为了纪念介子推嘛，火烧绵山啊，然后介子推不是烧死了吗？然后为了他，民间三天不吃这个熟食，就吃凉冷食吧，然后作为一个节日传下来了。南方过寒食节过得别，比如吃青团，北方好像不是特别的注重过寒食节，或者清明节就扫扫墓嘛啊，不是特意安排说今天寒食节来吃寒食啊，赶上了，是吧？这个雨点落在香头上，太巧了这个事儿。来，先来一只试试啊，它切得比较碎啊，龙虾，我基本就会清蒸，给它蒸了，完了先放尿，然后给它搁在那边清蒸了，蒸完了以后切开了，然后撒上那个蒜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哎呦那极其鲜嫩。然后这么吃龙虾生腌呢，我人生到现在也是第一次，还是用料用的比较猛。生腌是潮汕地区啊，就是广东潮汕地区一个比较标志性的美食。就潮汕它这块的呢，和传统粤菜那种不于同源吧，但是那种精致的烹调啊什么的好像完全都不太一样。陈小青老师讲过说潮汕是广东美食的一个飞地，就这块的饮食习惯跟别的地儿好像都不是特别一样。咱们尝一口吧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它有虾脑，据说这边最鲜，咱们先来一口，先尝再扯。来，偏您，哇，鲜的眉毛都掉下来了，太鲜了。春日子有没有腥味？有，但是这个腥味呢，感觉我还能接受。除了腥味之外，有龙虾鲜甜的味道。哎，这个很神奇吧？紧接着就是这个调料酱油的味道，并不破坏它整体的这个鲜味。哎，这个不错，有点意思。但是这么吃呢，有些危险，因为不经过烹饪的东西，尤其海鲜什么有寄生虫啊什么，会有这个危险。人说不没关系，拿高度白酒腌它一下就能，其实杀不死它。各位如果要是想吃生腌的话，除非您是当地人，您好这口，这个咱没得说啊，您比我都懂。但是呢，没尝试过想试一下的朋友，首先肠胃一定得好，要不吃完了以后必拉肚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说这食材一定得新鲜啊，这食材得好。这食材如果不好呢，吃着一腌就完全露馅了，而且吃进那个味儿啊，就啊很难描述。第三，这调料得好，调料是这个酱油啊，各种各样的吧，它类似于卤水那样的东西，它会自个儿的秘方，这个东西得好，调料得好。所以呢，一般生腌就称为三好之食啊，满足这三样才能吃生腌。哎，我吃这第一口不错。哇，感受不错，这个腌的不错，它腌的这个味道啊入得很猛，攻进去了，但同时不破坏虾的鲜味，这点很重要。来一块肉，嗯，哇，太鲜了，太好了，真棒，比我以前吃过龙虾的那个吃法一点都不带差的。你看潮汕因为调料好嘛，海鲜也守着海边嘛，它比较自信，一般这个情况下他们会腌个5-6个钟头，让调料充分供到这个肉里面去。大家腌法不一样，而且那生腌本身也按照食材分的，也分。你比如说全生的就拿来直接给它泡死，不有酒嘛，食材进去一看，哦啊，喝多了啊，睡着了，
好不容易醒酒了，一喝还在这里边，一喝啊又着了，在这慢慢的就去世了。这个当然你可能得把它食材先处理一下，你比如把糖什么都掏了啊，还有那个半熟的都是飞下水，比如像雪蛤这个必须得飞水，因为雪蛤啊就是在上海叫毛蚶吧，对吧？因为每年吃这个得肝炎的人特别多。咱们上次老张不教咱们吧，他是飞个十来秒，六七秒七八秒那样的，不放心的话呢，超20秒，然后掰开了搁在那儿拿这个水再腌。然后也有这个什么全熟的，比如这个东西特别不好打理，那个小的那种蛤啦什么之类的，吐完泥沙活着的时候直接给它煮熟了。这虾我估计是全生腌的，这龙虾应该是全生的，这个应该是属于半生的那种。然后它这原来本来还有一种那种全熟的，但是今天没有，它这个食材今天这个有，明天那个有，这龙虾就是隔一天有一次，所以判断它这个食材应该是比较新鲜的，这点我挺放心。味儿呢也在啊，他尝了他这个幼年的大虾啊，头上东西大虾，大家看大吗？这是我的手，是不是还被手指头秃呢？幼年大虾，我一般我吃虾剥壳少，我懒得剥，给我媳妇儿我才剥呢。一般情况下我都自个儿直接吃了。哎呀，这前面该摘的地方摘下去，虾都得留着。然后他给了个蘸水，我觉得不用蘸蘸水，直接吃一下吧。一点都不腥，这个虾口感带着皮吃也不错，这个虾皮没有经过烹饪，没有那么硬，甚至稍微的有点软，味道吸的比较满，不是很咸，吃的特别好。潮汕比较讲究它这个腌水的制作，它里面是搁什么鱼露啊、豉油啊、香菜啊、各种什么蒜和这个辣椒、洋葱，还有搁点秘方，呱呱呱就弄一下，出来吃的的确不错。你都咸吧，哎，刚刚到你能忍受那个程度，再多一点就咸了。说不咸吧，它有味儿，各种香味儿，调料的香味儿，然后肉的这个原香味儿都在。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吃这种蛋白质凝固了之后嚼那个嚼劲儿啊，这个没有，吃的都是比较软的，软塌塌的，因为它没经过烹饪嘛。哎，我要给我蘸水再试一下，蘸水没准给我带来惊喜哦。它这边是泡开的，你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精神分裂了，给可能广式的那种蘸水啊。多此一举。来试试我的挚爱啊，独角龙的血蛤，这个玩意儿在老张那吃一次我就爱上了，还个还不小。不是我说给老张做广告啊，这做的确实不老张做的好吃，味儿没腌进去，它那个酱油味在表面，好像那个血蛤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咱别冤枉，再吃一个，它是肯定个比较大的关系，不太容易腌入味儿。还能够，再吃吧，这个反正就一会儿也会吃光啊。吃得习惯吗？很习惯啊。啊，好。老板，天津口音？广东。广东人吗？对。我广东女婿。啊，那。您就是潮汕那边的吗？嗯，对。我家生腌味很正啊。两个都不错，但雪蛤好像没腌的时间短哦。您就喜欢那淡饭比较重。是吧？喜欢它是现腌的。哦，谢谢，我们送的泡椒鸡爪，有点花生米，小凉菜啊。不是说光做摄像机啊，别的很多，我看那个瓶子底下很多的这个，来这吃饭的网友，老板的高兴都会送菜，所以一直高兴下去吧。雪蛤呀，再多泡一会儿，后来味儿呢还可以，一开始吃味儿没进去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我能接受。您俩还是点俩羊煎的热的炒菜，然后点一个生腌，稍微尝尝味儿就可以了。两个人一共花了396啊。因为这煲仔饭是后来跟小伙伴点的，最后没吃了，还打包拿回去给你们小花尝尝。啊，说到此处呢，就不禁要作诗一首。眼看来到寒食节，这里生腌很特别。假如您要来尝试，千万别和老白学。